面进行线下单口相声《贼说话》，表演者魏凤强。哥给您说了一段，说得很辛苦，下去休息休息，把这口气也咽了，把这口气换了。这个说评书说单口相声不容易，一个人表演，包括这是我师哥上来也介绍了啊，不容易。刚从这个哈尔滨回来，然后转过天来就来这儿给您啊说单口相声说评书。这个说单口相声跟对口相声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首先来说，从形式上就不一样。单口相声是一个人表演，这对口相声就俩人，俩人这就简单多了啊。说是不可乐了，可以拿桌子里边这个啊，取个乐，开个玩笑什么的啊。于老师的父亲王老爷的，这都行啊。你说一个人怎么说呀？啊，说我爸爸姓啊，姓别的姓也不行，回家他揍我 啊。所以说这个难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。刚才我师哥说他小时候跟李敏镐似的。列位，您太闪了啊！他哪能像李敏镐啊？就是，后台都说我长得像周润发似的，我说什么呢？咦，这里边颜值高的是我，我师哥那个您啊，包容着看吧，知道吗？前一段时间啊，有人给他拍了一个电影，没那么大病，真是根据他拍的啊，叫《超能陆战队》，我不知道您哪个看过。一人就根据他创作了，电影一出来我乐了，这不我师哥吗？长得跟那个汤圆儿似的啊！您不用你仔细观察，就那模样啊，就那模样。这个我上来呢，给您基本上都说个单口相声，长篇我们都知道，要是有老观众，咱这是为了聊天，也谈不到什么相声啊、评书啊，咱就是为了交朋友来的。嚯、啊！今天咱们。说这个主题呢非常的高大上，什么呢啊，偷东西。我不知道你哪位啊想立志从事这个行业的。都退了。在过去来说，偷东西这行业也是行有行规啊，大有大的，小有小的啊，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，他们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啊，分那个专门从哪儿都不一样，有这个偷早晨的啊，这晚上不能偷东西。偷黄昏的，中午不能偷啊，种种样样都不同。他有这个有这个啊，有偷商场的啊，偷集市的啊，委身着你掏你口罩的都有。嗯啊，咱们老百姓常说这个偷鸡摸狗挖一袋，说的就是这个啊偷东西的贼。什么叫做偷鸡呢？我不知道你哪位啊喜欢这个偷鸡啊？偷鸡呢，咱可以传授一下。今天时间比较长啊，咱可以传授一下啊。首先您得准备这么几个道具啊，先找一根线啊，或者是摊开这样那个弦子也行啊，不能太粗的，是一根细的。有这个道具以后呢，再找个黄豆啊，家里那黄豆啊也都行，在黄豆上打一点儿啊，把这个啊弦子穿过去。穿过去以后呢，比如说这个鞋子的头是一黄豆啊，然后给它系一个扣啊，然后呢再找一个笔帽，什么笔帽都行啊，头笔帽、贴笔帽，反正笔帽就行啊，找一个笔帽，笔帽再打一眼儿啊，穿过这个线，穿在这个线上，等于这个小道具就做完，然后再找一圈啊，看哪有鸡是吧？啊，过去就有那些。大王啊，这个山村里边哪地方啊，城乡结合部都有养鸡的啊，现在城市里边见的比较少的，农村居多，真正找去呗，看看啊，谁家鸡也正那边放着散养的那些啊，到了那差不多一看也没什么人了啊，都到了晚不少，差不多一看鸡还在外边吃东西呢啊，你这会儿你过去一看，呵，这鸡跟前正吃米呢啊，你把这个小道具掏出来以后啊，把这弦子往地上一扔。啊，你看这头上有一黄豆啊，这黄豆在地上这么一蹦，这鸡就很开心了。啊，是啊，吃个黄豆啊，啊，解解腻啊，啊，也是好的。啊，过来了啊，啪一下就把这黄豆吃到嘴里了。你可记住，这黄豆上可有一个老弦，它可是连这个老弦咽下去的。啊，这时候你别给它吐出来。啊，该你的，你一瞪这根老弦，啊，这就直了。然后老弦这一头有一笔帽。这笔帽就顺着这根线就滑到这个鸡的嘴上了啊，突然一下啊，这鸡的嘴被套住了啊，它也不能叫也不能动
快啊，就趁这个节骨眼赶紧一上铁马机啊，一摁住了，那种突击的都是穿一个啊棉袄啊，破棉袄挺大的啊，过去赶紧抓起来以后我怀里一塞啊，就拖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功夫我都把他弄出来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分钟的事儿就把鸡给拖走了啊，这属于算送了啊、这是属于啊江湖经验啊，还是技能？嗯，相比较这个偷狗啊，这就难度大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狗这东西它大啊，它大它不好偷，而且过去来说也都是在这个有这偷狗的，也都在城乡结合部。一般来说，你拿北京来说，我偷狗都什么月份？都是深秋季节啊，到转过年来二三月份春天。啊，偷狗这个行业非常的兴盛，啊，出去啊找这个小狗狗呗，啊，今年也得准备个道具，啊，预备这么一块熟的马肺，啊，马肺过去有这个卖马肉的，啊，有这个马肠子、马肝、马肺，啊，把它要一块马肺，回到家以后找一锅，啊，把它给煮，搁上姜、葱、蒜，啊，花椒、大料，煮熟了，煮个半分钟老熟。啊，拿出来以后啊，看到怀里，找去看看哪儿有小狗狗是吧？你看这边啊，也差不多到晚不少。为什么这会儿呢？狗啊还没被换进去呢，还没回家呢，啊，跟外边还找东西吃呢，在门口啊，一看也没什么人，把这马肺扔到地上，啊，扔到地上，给先给它一小块啊，它就吃了啊，吃完以后啊，你往它往这个远处引啊，引这个狗，它要是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啊，找一个火锅班，找个枪机角旮旯啊，拿出那个曲灯来，曲灯啊就是火柴的前身啊，烤这个马肺，狗的鼻子是最灵，它嗅觉最好啊，啊，一烤这马肺烤出香味儿来，它一闻啊，这哪来烧烤的这是、啊，顺着香味儿它就过来啊，过来以后把这个马肺撕下一块扔到地上啊，它蹲那吃，这个时候也得换啊。左手啊，赶紧过去，左手摁住狗这个腰跟胯上，啊，右手反马啊，一定得反马，右手摁住狗的头，啊，摁住狗脖子、狗头这一块，然后呢，整个身子啊，一转身往这狗身上一坐，啊，就这样扑一下，两头都得冒出，啊，就这么快，两头都得冒出，这东西咱得回去得练。你说我是刚传授的，你用一实验品的，那不行，那个得练，你得你快点摁好了以后，噗往这一坐，两头都能冒出来。你说你不练，我愣来，这个不烂啊！你愣来，我说我愣啊，在德云社学的啊，人教的啊，我愣来。你说那个干什么？狗咬着也是个事儿啊，咔一下再咬着手，再带着狗找人讹钱，你那太不地道了。包括这偷鸡摸狗，这东西也是三分能干六分运气，一分问人胡使。这东西啊，高运气在这，反正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也有出师的时候，慢慢来啊。基本上这偷鸡摸狗就属于最低档次的，比这还高的呢，就是有点身份的，还有那个挖窟窿的啊，咱老说有这挖窟窿的贼。老百姓也常说两句话，叫做啊，我想想叫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做马牛啊，这两句话说的就是挖窟窿的贼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给你们编一编这个故事、啊、反正是什么时候，也是在过去啊，什么地方咱就甭说了啊，有这么一户人家，两口子过日子，有这么八个儿子啊，八个大小伙子，你想这家里边得穷成什么样啊！我老说这个半大小子吃饭老子啊，这家里挺穷的啊。过去人也是啊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也没娱乐活动啊，就是啊，生孩子、生小孩儿啊，八个大小伙子，真是当父亲的很为难啊。没什么，你说全家就靠他了，你说你让这孩子过上好日子呀？可是八个大小伙子这怎么过上好日子啊？也没钱啊！这天回家以后啊，刚回到家，这八个孩子在家里哭呢，坐地上哭啊！这父亲因为怎么回事？这孩子说那个我们今天出去了，出去在胡同口看见那个啊卖油饼的、卖油条的，我们都十几岁了，没吃过油饼啊，没吃过油条，这日子过得太难了啊！想吃油饼、油条，这父做父亲听着心里难受。孩子说的对呀、啊，
啊，都吃一岁了，也没吃过油饼啊，可是这怎么办呢？怎么才能吃上油饼呢？啊，怎么才能吃上油条啊？说出去啊，借点钱嘛，啊，借完钱以后买着面了。可是又一想，光有面不行啊，啊，光有面你回拿锅一扔，你扔出来以后，你告诉他这油条还不气呀、啊、这个，啊，光有面你得有油啊，可是上哪儿弄油去？家里啊饭都吃不上了，啊，也没见过油啊，怎么办呢？想主意，实在是没辙了，啊，街坊邻居是一个开油坊的，啊，卖香油的。说我上他那儿偷去了，啊，到了晚上三更半夜，啊，拿着一个大葫芦，啊，过去打油盛油的有个大葫芦，带着大葫芦去的，啊，挖葫芦，啊，而且还算是了解，啊，街道啊，说夜深人静了，带着葫芦，带着工具，啊，到这个后墙根儿上，啊，拿出水来，把这个砖胚啊，就后墙根儿过去都有土砖，啊，给浸湿了。然后拿个小铲子往下抠啊，往下剔这个砖啊，剔下一块了两块了，摸着人差不多能钻进去了啊，没有无好形式。我说你啊，我一看这是有一个桥洞，你蹭钻进去，人家本土都在家待着呢啊，到时就得待起来啊，没有马上钻进去，拿一个棍儿啊，瞧着这葫芦，顺着葫芦往里边送啊，摇晃这葫芦往里边送，什么意思？里边要是有人的话，当时就发病了。但是这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里边一喊，他好跑啊！所以说还算是很聪明啊，往里边送啊，一送两送。其实本主啊没睡觉，你想过去那开油坊也是抚恤人家，人家给夜里边给榨个油啊，弄什么豆子磨豆子之类的，没睡觉的啊。一看这边喝啊，墙犄角这儿啊进来一个东西啊，亮光光啊，光秃秃的，因为这。什么病呢？一看是邻居李文杰来的，怎么着啊？大秃脑袋！一看是怎么回事啊？心里一想，哦，知道，准是家里来贼了。怎么办呢？文主没说话啊，把这个桌子啊，抄起一把菜刀子，拿这刀啊，照这葫芦，啪一下，就这一下啊，里边这个上半截这葫芦就下去了啊，剩下一半啊，他挑上的啊，就知道准是人家发现，赶紧跑吧。啊，跑！可是你说往哪跑呢？你说我回家，人家过去这葫芦上都有记号，谁家谁家的人都知道，我也没见人家第二天准知道。啊，这当父亲的啊，不但是油条没给做好，还去偷当贼啊，偷人家的油，这名声不好，觉得丢脸了，给孩子丢脸了，怎么办？跑啊！就是一跑不要紧，20年啊，多的气性这种啊，一跑跑了20年，没回来。一直到后来，这我也在外边也落了魄了啊，也要了饭了，在外边一看也老了，说我得回家看看吧。一步一步要着饭了，回家了啊。等到再来到家这啊，一看就当初啊那两间破老房啊没了。哎，我们家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再一看，眼前就是一片，全部都是青砖大瓦房。你看，呵，是不是这？这家得多大势力，多得趁多少钱就盖一片的这房子啊，这几进的房子呀啊，现在我们家这搬哪去了啊？一看路边呢有一个卖这个卖茶的啊，开一水铺的啊，我就说那个我是要饭的，跟你这儿行一碗热水喝啊，人家就是挺好啊，很善良，说那个吃饭了没有啊啊，我们这儿有锅，我给你拿一块啊，挺好啊，这是一边吃着啊，给倒了一碗热水，一边喝着跟人家一边聊天儿、啊、说那个我问点事儿，说这是谁呀、啊、这么趁钱，就是一片啊青砖大瓦房。人这主说我们这开水铺也是刚刚搬过来没多久啊，就是一片，你看人家是有钱，这是我们本县的首富啊，这一片都是人家的产业，而且来说人家哥们弟兄特别多啊，有8个啊，哥8个，守着一个老太太过日子。就是这父亲啊，走了有这么20多年，不知上哪去啊。老头一听啊，眼泪下来了，说了这么四句话：20年前去偷油，刚刚剁断葫芦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有儿孙做马牛。啊，是唠到这儿的四句话。所以说，听德云社的相声，长多的知识。啊，都不在这儿，而且来说，一般这个挖窟窿的贼啊，这就上了一定身份了啊，这就不是
啊，一般的小时候偷鸡摸狗能再出来，但是再往上说啊，还有没有比这个档次还高的呀？也有啊，也有高的，比如说那个东宁大盗啊，弄买点炸药把那个啊西太太后的坟给炸开了啊，这也算是偷啊，炸开以后也算是偷，但你说那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吗？啊，可能一百年就出这么一位啊，孙殿英啊偷西太后的坟，一百年也就出这么一桌啊，但是也是属于偷，而且偷西太后这坟也有讲究啊，崇祯十一年清兵打高阳啊，清兵把高阳就是现在河北保定啊，高阳城有这么一个地方叫高阳，把高阳给围住了啊，城里边有一个啊退休的官啊，明朝的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啊，孙阁老呢就带着家里的那些啊全家上下，带着指线指挥这个全线的战斗啊，抵御清兵啊，最后这个清兵啊把城给打破了啊，人说这个城里边有一老头，那可了得啊，当初的兵部尚书啊，清兵呢就玩命的压着孙阁老，说那个你降了吗？啊，寻着你高官厚禄啊，你降了以后怎么着怎么着啊？孙阁老人说，我不能降啊，我不能降，我是忠臣啊，我只求一死啊，而且说我死我不能站着死啊，我得那坐着死。最后孙阁老面向北京，磕了三头啊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然后清兵啊拿这个绳子给勒死了，全家上下全死在这儿啊，总共有那么六个儿子啊，两个侄子，十二个孙子，包括侄孙啊，连男带女，连老带少的，四十多口啊，都死在这儿了啊。那么说都死完了也没有，就第四个儿子啊，有这么一个保姆啊，抱着一个小孩跑出去了啊，跑出去这么一只，等于最后就落在了这个河南的永城啊，算是逃出这么一只。从孙阁老这儿开始算啊，一辈儿一辈儿往后传，传到第九辈儿是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孙殿英啊，这个男孩就是孙殿英。有人说那个你东宁大盗啊，是啊，他说你杀我全家，我刨你祖坟啊，所以说这个听你嚷嚷报应循环，至于真与假呢，也不是说我们说相声能够说得明白啊，一般来说这就算是大偷，但是偷东西来说啊，咱们今天说的也是小偷啊，大偷因为啊就那几位，小偷有意思，但偷东西这里边有一规矩，什么规矩？不能说谎。怎么说偷东西不能说谎？对，这个在法律上界定罪名不一样，比如说不说话这叫入室盗窃啊，到时候判刑可能就是六个月以上啊，比如说你盗窃一万块钱，也就六个月以上啊。我怎么这么清楚？因为啊，李文学刚放过没多久。你们俩一块儿放出来的啊？那个啊，你要是说话呢，这叫入室抢劫，明火之上啊，这是叫抢，这在法律上规定不一样啊。入室抢劫起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哎，说是不能说话，但是也有说话啊。我说这贼呢，不是发生在现在，在过去旧社会，而且还是我们本家的一档实事儿。我说的都是真事儿啊！我本家有个大爷啊，不姓于啊，不姓于，姓于姓花。我本家有个大爷，那时候家里都特别穷，旧社会也吃个上顿没下顿的啊，跟我大娘啊凑合着过日子。说平时还好吧，到了冬天天啊，男孩说过冬怎么办呀？啊，得有吃的呀。啊，实在没辙了，身上穿这个皮袄啊，当了这么啊几块现大洋，然后买了这么十几斤的跳蚤椅，回到家去倒在这个缸里，因为这地方过冬嘛。啊，到了晚上睡觉，我大娘睡得早，她先睡着了，我大爷早上睡不着，心想这锅有大鱼是不行的，还得想着出去借点钱啊，回头买点煤呀，来把炉子给升上。不是今天找谁借呢？本来我就睡不着觉啊，而且来说家里边也没值钱东西啊，把皮袄当了啊，换了一个破的棉袍啊，家里能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啊，四壁皆空，也没值钱东西，而且来说家里啊连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啊，本来就那一件皮袄呢
啊，穿到外边是衣服，回老家就是被子，啊，也没正经被子，而且还卖了，就换个破的棉袍啊，老是盖着自己这棉袍。这日子怎么过呢？睡到什么时间呢？拿现在钟点来说，到了夜里十点来钟啊，就听到这个门啊有动静。三秒，我大爷就知道哦，准是外边来贼了。我大爷一想，这贼也太没看眼了呀，我们家没什么东西呢，啊，值钱的就那一个票，我都大了啊。我大爷躺床还没说话，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就是。我这一说话一喊啊，你到时候你再啊能跑你是跑，你要跑不了你再进来以后啊再拿东西啊给我一下啊，那也不合适，不怕雷通过就怕雷电啊。你进来以后呢，你一看没东西你也就走了。我大爷没说话，还躺在床上啊，还在那躺着睡觉啊。没一会儿这贼把门拨动，他就进来。进来以后啊，他就开始找啊，在家里找找东西，在屋子里边找东西啊。我大爷躺床上看着啊，看着说你找吧啊，待会儿啊，你不进来的时候我没喊你，你走的时候我得喊你啊，我让你帮我把这门关上啊。我当时看看找吧啊，这贼开始找啊，我朝上一看呢啊，就是我大爷盖的那个棉袍啊，一摸这看着是棉袍啊，你想这棉袍不能给拽走啊啊，贼偷东西偷一破棉袍，这贼也太不开眼了是吧。再一看呢啊，我大爷这个枕着没有枕头啊，那时候连枕头都没有，枕着自己那个靴头啊，就是靴子，枕着自己靴子。再一看头上呢啊，戴着一个帽子啊，我大爷很放心，为什么？那帽子上有一盖，他系着，哎，你偷不走。你看啊，一看我大爷在那儿啊，看我大娘啊，因为我大娘枕着我大爷那个靴头，不两只吗？我大爷枕一只，我大娘枕一只。啊，为什么不忍自己那个啊？我大娘那个自己那个袜子没袜底儿，所以不能脱下来啊。这是我大爷那个头一看啊，这贼啊，转来转去，你看拿点什么好呢啊？一看啊，继续找啊，哎呦，贼不走，找来找去，奔着东南西角那可就过去了啊。我大爷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呢？今天刚买的那十几斤大米可在那边，在那小坛子里边呢啊。可是我大爷很放心，你不可能连刀给我带十斤，也有五十多斤呢，你扛着走那也够劲，你也不能啊。我大爷顶多你过去抓两把米，回到家以后也就熬不周火啊。我大爷也不跟他怄气，为什么？我大爷这个人比较老实啊，比较善良，而且我大爷比较听贼啊，行吧，你就抓两把走吧啊，我也不跟你计较啊。这贼来到墙东南犄角这儿，还是窝盖揭开了以后啊，一抓一看，还真是大米啊。他冲着刚往向面，心想怎么给弄走呢？要说贼起飞智，就在这地方啊。他想着主意就绝了啊，看了半天啊，看着解扣解衣服啊，贼穿的肯定都是好东西啊！解开以后，啊，把这棉袍往地上一铺，就铺在我大爷那个床的下边啊，床下边往地上一铺，转过身去搬那个米缸。我大爷心里咯噔一下，就说：“这贼你可太狠了啊！我疼你，你不疼我呀？这是，你要改变察觉啊！穷人何苦为难穷人？你不如给我留一点也行啊！你给我好。”好家伙，你这搬过来以后，花倒在棉袍里边一包，然后你扛着走了。我说今天冬天我怎么熬过去？你不是狠吗？我不能疼着你啊，不能疼着你。我大爷就趁着他转身搬这个米缸的这功夫，他不是扑在我大爷这个床下边吗？我大爷一伸手，一抓这个棉袍的领子，就把这个棉袍给撑起来。啊，往自己身子底下一放，就给压住了。啊，拽上床给压住，压住在底下了。啊，我大爷心里踏实。啊，行了，这回啊，添了产业了，以后有路子了。啊，有路子了。你看啊，行啊，还是啊，往老家睡觉了。这贼可都不知道。啊，贼过来以后，啊，一看刀啊，翻译过来以后，啊，呼噜着在中背，哗，往地上一倒。我大爷心里踏实。啊，行，顶多我吃的时候啊，我多投两遍也就得了，多喂点水呗。啊，你也弄不走了，到地上，
这谁可不知道啊，又把缸子给搁回去，啊，搁回去以后呢，就过来在地上摸，摸摸他摸他那个棉袍，啊，给勾走了。一摸，哎，这什么大棉底下，哎，都是地呀，我到错位置了吗？啊，找先找着自己的棉袍啊，开始摸，摸来摸去没摸着。啊，往东边摸吧，一摸是东墙；啊，往西边摸，一直摸到是西墙；往前面一摸是摸到桌子；往后边一摸是窗台。这没纳闷呢，听说就这么点地方，这屋子不大呀，能搬的地方我都搬了，就没有啊。他这么一纳闷，鼻子出筋儿了。他说：“嗯，他这一出筋儿，我大娘醒了。这女人害怕，她身上一听有动静，拿小子踹我大爷。哎哎哎，起来起来，有贼了！”啊，我大爷沉住气，啊，说的是你呢，没贼。我大爷一说没贼可不要紧，这贼说话了，不能，没贼我别熬哪去了，这个。